喂，今日第一日开学，心情真系有啲紧张嘅。但系希望我今年有个目标，就系可以过三爆四，有个靓 GPA 啦。欢迎在座各位同学呢来到我们传播学院，也希望你们这一年呢在传播学院呢会感受到它的温暖。这学期我选择了我们的专业课程，非常期待这学期的专业学习。希望入到嚟学校就可以识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啦。我今年是第一年入嚟嘅，我觉得呢度嘅老师都好亲切啦，即系都好 friend 咁样样。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how everyone is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class and just work together. 咁我觉得校园环境咧系十分之优美啦，而学校唔同嘅室都可以令我哋更好咁样去学习嘅。希望这个学期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也是个好的开始。